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5号，星期六，天气呢是雨天，今天真的是云雾缭绕，水汽非常重，号称是有云彩的小小的台风，会过境台湾，所以今天呢就有点烟雨蒙蒙的感觉。今天刚好也从山下呢洗完衣服上来，那看到这种天气呢，就回复到以前的日子，还是真的不错。雨水只要持续不断，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环境。那接着下来呢，等一下就来去农场看看，巡逻一下，顺便拍照一下。看看这些植物，因为天气的改变呢，它们是不是有都长得很好？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就出来去巡逻一下。那如果没下雨的话，就把今天的菜苗呢也顺便种一种吧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就出门喽。这是我们菜园子二的菜园子一的芦笋，那因为它刚好开始长出芦笋，让大家欣赏一下，这是三年以后的芦笋，就可以长出那么粗壮的芦笋。那当然你也可以看你是要所谓白芦笋还是栗芦笋，栗芦笋就是会冒出头来，就会变栗色。那在土里面的时候呢，它是白色的。这是我第三年的芦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雨水来了以后呢，它就跟雨后春笋一样，就开始长了。这是我们的芦笋，在菜园子一，这已经连续种植第三年，那现在可以享受它的成果了。好了。